蹲丹田又称仰丹田，在练习时两脚并步站立，两掌自然搂抱至丹田处相互重合，提肛叩齿，舌顶上颚，头微抬，两眼平视前方，气归丹田，然后两腿屈膝下蹲竖身，两臂外旋，两手掌翻转下落与两膝间相平，变为两手心向前，鼻尖膝尖脚尖上下对齐成垂直线，必须做到抱肩裹胯缩尾含胸拔背。练习至疲乏时，两掌随身上起，两臂内旋，翻转后搂抱至丹田处收弓。在练习过程中，竖身时尽力下行达手指尖和脚心的涌泉穴，展身时尽意阴阳翻转，尽力上行，头上顶，要有虚灵顶劲儿，腰腿绷直，下颌微收。站丹田在练习时，随竖身两腿屈膝下蹲，两臂向内旋转，两掌翻转上起，变为两掌心向外十字向上与嘴相平，展身时两掌随身上起，两臂向外旋转下落，搂抱至丹田处。在练习过程中，竖身时要气归丹田，尽力向上行达两手掌心。
翻丹田在练习时，随竖身，两腿屈膝下蹲，两臂外旋，两掌相并，顺弧线上起与嘴相平，然后随即展身上起，两臂内旋，两掌顺上弧线向前翻转下落，搂抱至丹田处。在练习过程中必须连贯协调，一气呵成。竖身时要有翻劲儿、丢劲儿、搂劲，展身时腿要绷直，脚心要有下蹬之意，手抱丹田时气要呼进。滚丹田在练习时，上体向右，斜体竖身，同时左掌心向内与小腹相磨下落，搂抱在右胯部，变为左膀肩向前，右掌心与左臂外侧相磨上起，抱在左肩窝处，左右横滚变换，循环练习。在练习过程中，斜体竖身要以丹田为轴心，尽力要有横滚之意，在展身时要有下钉上顶之意。砸丹田在练习时，竖身，左手掌上起与嘴相平，左臂肘部前顶向右裹与心窝相平，顺胸腹翻转上起至左腮部，变拳外旋，顺弧线向右下方滚砸，落至丹田的右侧，拳心向上，膀肩向前。在练习过程中，竖身时肘尖向前，尽力要打肘尖，展身时尽力要打拳背，有向下滚砸之意，展身的同时还要有上顶下定气出两心之意。Thank you.
在练习时，右脚后退一小步，重心放在右脚心，屈膝下蹲，竖身，左脚跟回至右脚前，脚跟顶脚尖，前腿微屈，脚尖上翘，露出脚心，右膝尖顶左膝窝，合紧，抬头含胸，似猴形，两掌下落至左膝前，展身时，左脚踩劲进步，重心前移成虎步。在练习过程中，竖身时气归丹田，前腿要虚要灵，展身时以丹田之劲气催发弯弓射箭的劲力，使前脚如箭前进。
吊榜在练习时，右脚退一小步，重心放在右脚上，左脚离地放在右脚前，两手随身右转，左掌心与腰腹相磨，落至右胯部，与尾闾穴相平，右掌心与左臂外侧相磨上起，抱在左肩窝处，掌心向左，指尖向上与肩平，左脚进步呈虎步，左膀肩向前钻顶，左掌翻转放在左膝内侧，掌心向右，右掌下落护在左胸前。在练习过程中，进步束身时，膀要含滚横之劲意向前发踏
哈洛的尽力。展身时，前膀要顺弧线向前上起，含钻顶的尽意。魔晶魔镜在练习时，左手逆时针，右手顺时针，两手心分别在丹田处，由小到大按横圆摩摸36周。在练习过程中，要以丹田为轴心，以丹田劲儿催肩催肘催手，左掌顺上弧线左摩时，意向丹田向右逆转，右掌顺上弧线右摩时，意向丹田向左逆转。接上式：左手顺时针，右手逆时针，两手分别在上体前按平圆摩摸36周。此式主要练习的是身法的左右平圆滚劲儿。接上式：左掌心向右，右掌心向左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在胸腹部顺下弧线绕圆，收回至腹前，两掌变为一掌出一掌回，画立圆摩摸36周。此式主要练习的是身法的立圆滚劲。在练习过程中，必须绑法身法紧密配合，尽力协调一致。Thank you.
三拳一钻拳。钻拳在练习时，斜体竖身，右臂内旋，顺弧线起钻，掌略高于肩。竖身时，取倒塌崩落之近义。进步展身时，手掌翻转下落，臂和肘贴于心脏部位，一响用手掌打击对方脖颈。展身时，取啰捋压挤之近义。三拳二裹拳。裹拳在练习的过程中，竖身时手臂随上体左右连贯横裹，横裹之掌与心脏部位相平，一想用裹缠之尽力化解对方的攻势。展身进步时，掌起与肩相平，用掌攻击对方咽喉和脖颈部位。展身时，两掌必须含裹缠拧错之尽力。三拳三剑拳。剑拳在练习时，向左斜体竖身，两掌上起翻转搂抱至怀中，掌心向下。竖身时取包裹压落之近义。进步转体展身时，两掌向前分拨剑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臂取肘相并，与心脏相平，顺弧线上起前顶，一响顶击对方心脏或胸部。展身时，手起肘顶取剑进。三拳合练。三拳合练起势后，斜体竖身时必须钻膀踏进，两掌两臂
左右横果之劲连绵不绝，化解对方攻势，随进步展身，两掌两肘顺势取剪劲和渐劲，攻击对方咽喉、胸和心脏部位。在练习过程中，视具体情况反复循环演练，以便于达到三进一体之境。劈拳在练习时，左脚向前寸步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右脚进步在左脚前，左掌收回护右臂，右掌含横果劈错劲上起，与嘴相平，掌心向后上方，手指向前，两臂曲肘，左肘靠在左肋部，头微抬，眼平视，然后进右脚变成右虎步，左掌护右臂，随体右转向前，右掌变拳向前斩截砸落，变成力拳，左掌护右小臂内侧，下颌微收。三拳在练习时，左脚向前寸步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右脚进步在左脚前，两掌随身左转，左臂内旋，左掌上起与肩相平，再向左果下落，指尖向前，掌心向左与心窝相平，左掌护右肘部，头微抬，眼平视，然后进右脚变成右虎步，右掌护左臂，随体右转向前，身体微向右转，两臂外旋，两掌翻转上起，掌心向上，指尖向前，右掌在前，与嘴相平，下颌微收。在练习过程中，左掌要与右肘相磨，展身两掌翻转前出时，左掌不可超过右手腕部。钻拳是练习钻、踏、闪、剑之劲，劲气出自肾经，束身时掌臂横果劈击对方脖颈，展身时两掌翻转拧打攻击对方胸部。Hup!
绷拳在练习时，左脚向前寸步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右脚进步至左脚前，两掌随身右转，舒身变拳，左拳向右滚扣，落至右膝，拳心向下，右拳收回至怀中，拳心向上，头微抬，眼平视，然后进右脚变成右虎步，身体左转，左臂外旋，右臂内旋，右拳拧转打出，与眼相平，左拳翻转领拨收至怀中，下颌微收。在练习过程中，拳高不可高过眼睛，低不可低过膝部。绷拳主要练习滚扣绷射的劲力，束身时斜体滚扣化解对方攻势，拳下落攻击对方阴腹部，展身时左拳领拨化攻势，右拳打击下颚，右肘顶击对方心窝。套拳在练习时，左脚向前寸步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右脚进步至左脚前，两掌向前翻转交叉上起，与嘴相平，掌心向下，头微抬，眼平视，然后进右脚变成右虎步，身体右转，两臂外旋，两掌顺弧线分别拨压落于身前。在练习过程中，斜体束身分拨防御对方攻势，展身进步，两掌翻转压落攻击对方胸部。炮拳主要练习的是起开落压的劲力。横拳在练习时，左脚向前寸步，重心放在左脚上，右脚进步至左脚前，两掌随身右转，舒身变拳，左臂内旋，右臂外旋，左拳向右膝滚扣，距右膝约一拳，右拳翻转下落至左手腕部，头微抬，眼平视，然后进右脚变右虎步，身体左转，右臂内旋，右拳拧转打出，左拳变掌护在右手腕内侧，下颌微收。在练习过程中，斜体束身，左拳横滚下扣破对方攻势，右拳随进步展身拧转上起攻击对方心脏和肋部。横拳主要练习的是滚扣拧转之劲。
了。